所以刚怪怪怪的，所以呢，三 D 就是要期待团员们最贴近大家的时候，有一些东西会很巨大，请各位可以注意的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所以刚才提到，我们期待始源的胸肌、腹肌，还有这两片。好的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要来跟大家说。